5G 的特点在于超高速与低延迟，要达成这些特点，背后的技术可不能少。现在使用无线电波的装置越来越多，频段已经快被塞得满满满，所以大家就把主意动到高频段上，而频率越高，波长则越短。这段波长是毫米级别的电磁波，就被称为毫米波。而毫米波会因为穿透障碍物而损减，使得传输距离变短，所以无法像以前一样用一个大型基地台覆盖大范围，需要透过多个小型基地台彼此支援。而波长越短，天线就可以做得越小，另一个技术巨量天线就出现了。 MIMO 的意思是多进多出，所以一个基地台里面就能够拥有很多根天线来加快传输速度。不过那么多根天线向四周发射讯号，彼此干扰怎么办呢？那就靠波束成型，让讯号集成一束，集中朝向特定方向传送讯号，延长距离，降低干扰。这些技术听起来很复杂吗？没关系，你只要记得 5G 不仅速度快，而且低延迟就可以咯。秒懂潮科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